路径是友情感小游戏二。来，好了吗？对呀。无语。第一个问题呀、前任和现任谁更体贴？行了，我知道不是我。第二个问题，前任和现任谁更好看？这个真的是我。嗯。第三个问题，前任和现任谁更爱玩？前任和现任谁更神经病？前任和现任谁更让人吃醋？我哪里？你一口前任的绿茶都不想喝吗？不爱喝绿茶。近视友情感小游戏一。前任和现任谁更好看？你干嘛要纠结？没有没有、你不用纠结，其实真的。下一个，前任和现任谁更爱吃醋？Next， 前任和现任谁更温柔？当然是你。前任和现任谁更爱闹腾？他私下其实可闹人。我。我谁衣品更好？得，这个问题我不会放到里面的。前任和现任谁更小心眼？你就不能选一些对自己好一点的问题吗？哎，前任和现任谁更深得你心？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。李大家的暖心话语感动到的鱼，以及一哭就慌张的羊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一看他哭，我就想哭。我不能看他，我一看他我就想哭。你看二宝又在那儿悄悄地看着，下播吗？不不哭，再花来就不哭了。来，给他们一个。这图吗？这不图好吗？这好好看，这个星星是不是好好看？那你摆的不好看啊，你摆的好看。是吧？我们一定会很努力的。他不哭了。嗯，是的。我这怎么说？就我一看别人哭就受不了。你放屁！我把你气哭的时候，是你明明都是你父亲先哭。对，我每次我一看他哭就受不了，真的。可能是我哭太好看了。别人就是他。我，啊，晚安。我以前也是晚安。要把我脸夹碎了，下播吧，下播了。
我来了，大家晚安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谢谢大家啊！来，比一个，再吐一次吧，再吐一次。哇，晚安，怎么样？卡拉卡。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李欣。